一定要係好小心去應付聽日呢場比賽咯，因為首先第一個係佢係左腰啦，咁我對左腰嘅經驗係比較少啲啦，咁但係呢一個月嘅訓練就不斷咁去同左腰嘅對手去實戰，咁所以就預備咗已經好充足啦。咁另外就每一場比賽其實都要好小心咁去應付個對手啦，因為完全唔可以輕敵啦，係啦，同埋你唔會確保佢到臨場嘅時候會有啲咩改變，咁所以喺每一分每一秒都係要集中精神去應付場比賽。因為今次同上一次個比賽個距離唔係太長時間，即係得一個月嘅時候，40日嘅時間去俾我去訓練啦。咁所以教練佢哋都想盡量去保持住個狀態啦，就唔想push 我 push 得太過犀利啦，因為會驚可能會反而攰得陣。